金牌主厨詹申霖投入餐饮27年来，对于料理拥有无限的热情与创意。詹师傅今天呢，将运用家中过年应景的蔬果，做出让人啧啧称奇的丰盛年菜哦。鲜香味美的豆酥上汤白衣卷，以及内在 Q 软外在香酥的凤梨素虾球就要上桌了。